胜利其中最亮的两件，金主林泰一射洗钱。我们林超不林，林超不林，等卖房价不要。胜利夜店性爱 nonstop。28日上午，韩国警察厅宣布掌握胜利散布性爱照片事实，疑涉嫌散布猥亵物立案调查。下午，他承认散布偷拍照，就夜店涉嫌逃漏税也属实。胜利案延烧至今，除了他承认了逃漏税、散布偷拍以外，还有暴力性招待、勾结警方攻读台湾金主林泰涉嫌洗钱。根据韩国 NBC 报道，林太太是 Big Bang 狂粉，曾在微博贴出和成员各种合照，可惜和距离总是。站在你背后，我连呼吸都疼。林泰是许多品牌的 VVIP， 采买是直接飞到时装周看秀下单，当然也包括GG喜欢的 Chanel， 更被爆出砸了近10亿台币在韩国置产，其中包括 G-Dragon 隔壁社区豪宅。林泰最近追到投资胜利夜店，与胜利在某 VIP 聚会认识后，砸下5亿韩币保证金，取得公益事业投资移民签证，与家人自由进出韩国。根据 NBC 报道，去年2月 Burning Sun 开业，林太太包下40%开业金，持股20%。被怀疑是洗钱的手法也曝光，他透过韩国友人安某登记数个韩国存折，再到夜店消费，以原先消费金额的3-4倍结账，当中差额再退回人头账户，由登记人领出现金交给林太太。其中一本存折光是去年8月到12月就汇款了4次，账户登记人复制金钱来源，支付的面交啊，是一个厕所概念。而胜利退出演艺圈后 ，YG 也立马切干净。